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这组的期末 project。好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游戏的内容。好，这个也是第一页 UI 的部分，按下01234一页 C 可以选择，分别是 tutorial、关卡，甚至是 quit。那我们先从按零开始，按零的话呢，就会进到这一页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展示了所有我们做的道具给大家看，包含这个第一个像是加速，这个是加速，这个是武器。那这个是减速的部分，减速就让你减速。那这个的话呢，这是陷阱，它会把你困在原地，让你动不了。吃了防护罩之后呢，就可以避免这个陷阱，你就可以直接通过。剩下是这些分数，分数的目标就是我们必须要吃一定的分数才能抵达终点。那鬼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按空白键做攻击，这样。那打到鬼之后，鬼就会死掉。那这些剩下都是分数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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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数。那右上角可以看到我们有个时间跟分数在计时，那分数时间到的话呢，游戏就结束了。好，再玩一次给大家看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加速，这个是武器，这是减速，这个是陷阱，这些我们都弄了很久。好，那再来是防护罩，防护罩可以防止陷阱，但你不能防鬼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一堆分数，分数呢，我们是设计在你必须要比1000分多，你只要比1000分多，你就可以成功过关。1000分，然后能抵达终点，你才可以过关。好，这个负 n 的话，这是乘以分数乘以负一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右上角变-270分，这个就是绝对值。那这是开根号，对，然后这是平方。好，剩下包含加100啊、加5、加20什么等等。好，我又输了。好，那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版最难的，就是魔王关，非常大一坨，这么多，那时间当然会给比较长。那一样，我妈做的事就是。哦，鬼来了，一样就是一样，分数要过1000分，好，那一样去吃分数啊。那我们有设计一些东西，譬如说你可能踩陷阱啊，或者是这样困住了，或者是等一下可能里面分数会比较高啊，死路的分数比较高，但同样的鬼有可能会就直接来追你等等。然后所以可以看到我这次玩得很烂，右上角才-4分而已。好，哦，我是要开根号了。好，这些地图我们都弄了很久。那我们总共设计了5张地图，包含 tutorial 的话，那对，只要拿到武器就可以攻击了。哦，死掉了，然后我又输了。好，所以刚刚这个是魔王关，希望大家可以挑战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只要分数大于1000分，我们就可以抵达终点。分数大达1000分，并且抵达终点，我们才可以算获胜。所以你分数没有过1000，你就算抵达终点，你也不会赢。那时间当然要在时间之内。好，这是我们这组的游戏内容，谢谢大家。